奇怪，迟到不是女生的专利吗？为什么男生也这么爱迟到啊？哎，阿布吗？哎，阿布，真的是你，我来了。哎，不是我爱说呢，你跟我约了要去看世祖，啊，我穿成这样，你开一个是什么跑车？哦，你不觉得很搭吗？世祖就是运动啊，所以我开了一部运动化的跑车来接你，你看多好啊！可是问题是因为跑车很难坐啊，你知道对女生来说，跑车要进去真的很难坐耶。这一点呢，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 Mercedes 的 GT 车款，所以呢，相信你坐在上面一定可以感受到它的舒适度，即使坐长途还是一样非常舒服的。真假？真的。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先问你，你车上有没有带一些危险物品或是会刮到的？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就包包啊。哎呦，要小心哦。哎呦，铆钉啊，小心小心。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部车是目前我们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，单价最高的一部车，而且它也是台湾宾士现在在市面上价位最高的一部车。单价最高？我记得我之前开的500多万，我就已经有点错了。哦。该不会它有超过600万吗？高点高一点高一点。700万？高多一点。不会不会破1000万吧？我告诉你，就是破千万，1095万，就是这一台。什么？你开一个小豪宅在路上跑？我不要坐，我要回家。没事没事，放心，你相信我，我相信它里面的舒服还有这个奢华的程度，绝对你会觉得坐起来非常的舒服，好不好？好，走走走走，上车了，出发了。好了，那我包包要用抱的。抱好抱好，不要刮到啊！口袋有什么铆钉什么的，小心一点啊你啊。跑车耶，而且坐起来非常舒服，对不对？真的想象中以为跑车真的不太好坐，可是因为它是 GT 跑车，而且它又是宾士的 GT 跑车，所以真的很速吸。那这是在3月的时候做一个小改款的 S Coupe 的车款。那 S Coupe 的车款呢，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 S560，然后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试驾的 S63，同时它也是 Coupe 跟 AMG 版本。对，价钱呢，一个很贵，一个非常贵。我先讲 S560 好了，它售价是835万，然后 S63呢，它的售价就像我刚刚讲的，1095万，有够贵啦！啊，真价贵，但是它值得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值得，它贵，但是它非常值得。你光看你刚刚试驾的感觉，然后坐在车上的感觉，还有整个外观的设计。太值得了。其实我特别做了一个小功课，就是因为其实在2年前嘉伟哥他有试过这个清代嘛，应该说小改款前。然后我觉得其实宾士他们这次啊，在 S Coupe 的车型上面改变真的是有新意，包括像它在车头的部分，你很明显的看到旧跟新，旧的是属于那种属于就是像水箱护罩，它是用那个星芒状的那种点阵式的，它中间有一条很就比较粗很明显的横栅，然后中间再用一些星芒状去点缀。对，我们家楼下有一台车，他也是用这样星芒状，我觉得还蛮漂亮，感觉。你住的是豪宅哦。没有，是那个先生，他很爱开宾士的车，然后他就是我每次看到水箱护罩，就觉得哇，上面好像镶钻石一样，但是那是旧世代的，是等于说前一款的。但新一款的话，它就属于比较仿古式的，它就属于直瀑式，像这样子，就是它比较，我觉得这个感觉它比较复古。对对，就是如果放在跑车上面，其实更具跑格化。没错没错，然后再来非常显眼的，就往下面看前气坝的部分，哇，好帅！跟未改款前真的差很多。我觉得改款之后啊，它真的比较好看，而且它的进气口非常大，两边的进气口真的相当的大。但在头灯的部分一样，就是它这一次也一样可以选配所谓的施华洛世奇的头灯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，就在头灯的部分是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地方。往后面走。哇，车侧帅帅的哎。帅，这根本就是男人的梦幻逸品啊。对，但是这少了一根。对，没错，它是一个没有 B 柱的设计。然后它也是一体式无窗框的这个窗户这样子。前轮搭配的20寸熏黑铝圈，然后其实整个侧面上看起来跟前一代改款前是差不了多少，没什么太大的差异。对，只是这边有个名牌 V8B Turbo， 然后 4Matic， 然后你看它下面那个镀铬的银色的车群，哇，
开在路上的时候会让你整个觉得非常的亮眼，尤其今天的颜色是白色的，对啊，帅。还有其实啊，它最大的改变啊，在车尾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车尾。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好嘞，你数这个干嘛啦？不是，我要数它是因为啊，我要特别彰显出啊，这一次呢 ，S63 AMG Coupe 呢，它在车尾的部分啊，就是尾灯，它是采用33颗单边都各33颗的 OLED 的尾灯，最新的跟过去都不太一样。对，那 OLED 的好处是它的光源会更加的均匀。还有辨识度更高，同时呢，因为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，所以车厂可以依照他们自己喜欢的设计的车型，就是尾灯的形状来做一个改变，对，比较好设计啦。对，是的，而且非常的漂亮，从后面看起来，其实各种说法都有，有的人说它像鳞片，对，有的人说它像是羽毛这样子，翅膀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接着往这边看，同样可以看到。AMG 的名牌，然后旁边 S63 中间是厂徽，再来就是特色了，往下面看，下面就是超帅超帅。对，这边下面呢，其实中间下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尾巴部分，后保杆下面这个导气槽，然后再来就是两边双出的 AMG 的排气尾管，上面都有刻 AMG， 对，而且它是镀铬做的，等于是四出尾管，哎，所以声音一定会很吓人。声音非常的悦耳，非常的动听，你知道吗？我开车过来的时候，我在车上完全没有放音乐，我就是想要听它的声音，引擎的声音。而且再说回来，这个车子，你看它的流线导这种造型，整个就是帅啊！好想要弄一台来开哦。没关系，我好期待哦！我们要让我们的耳朵谈恋爱，赶快来去谈个恋爱吧！走。我们接下来看看内装的部分喽。首先呢，哇，这个天窗。如果你想要让它改变不一样的氛围的话，按一下这一颗按键。哦，可变色的玻璃车顶，再按一次。哇塞！哎，它，我第一次试这样子的车，所以我自己也有点惊叹。而且它其实源自于这个 SLK， 那时候它有用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就开始像现在我们试的这个 S63 呢，它也有这样子的。对，当然如果你就是觉得还是太亮的话，即使是切换了之后还是太亮，当然还是有那个有个自动遮阳帘可以遮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前面哦。OK， 我觉得啊，其实说真的，我整个坐进来之后，整个车室的内装质感非常的好，包含这边的这个所有的皮的这些布置，中央的仪表台，对，仪表台，还有这边扶手，然后旁边，哇，这些皮的质感真的好棒哦！而且它好像都是 AMG 专属，你看，包括这边，你看哦，这个扶手的地方，这个按坐的地方，它有个 AMG 的 logo， 对，它直接印在这里。对，其实在未改款前就有了。然后在我们前面最明显的12.3寸的双萤幕呢，除了这个是仪表台的部分，就是仪表板，然后这边呢是 Command Online， 它就是一个整合的属于影音的娱乐系统，影音控制啦，或者是你的导航、车辆的一些设定，还有座椅、空调，全部都可以在这边设定。对，然后新一代的这个 S63 AMG Coupe 的话，它的方向盘的部分也比较不一样，它也是采用高效能 AMG。的一个方向盘，但一样是平底式的，对，只是比较不一样的是说，跟前一代比的话，它就是在有一个触控式，就是在方向盘上面有个触控式的一个按键，可以来做操作。还有一个啊，就是当我们要准备要开车的时候啊，你关上门之后，它有一个就是在我要拉一个安全带，它会自己凸出来。对，它会说主人麻烦你系上安全带，感觉自动送上安全带的概念。在一些敞篷车上会有这样的配备啊。这个不错，感觉是非常舒适的。S63 啊，可配，你真的要在路上，你才可以真正的去感受到它为什么值这个价钱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上路吧。S63 AMG Coupe 版，它搭载的是全新的4.0升的 V8 双涡轮增压引擎。那它跟在没有改款前是搭载5.5升的内颗引擎，它反而在动力输出上面还有扭力的表现上面更好。同时它也搭配了9速的 MCT 变速箱。对，所以它这样子是最新的搭配，它可以让它的马力提升到612匹的马力。扭力峰值可以达到91.8公斤米，
而且加上啊，它有一个所谓的 race star 的一个功能，就是起步弹射的功能。弹射起步，对。对，所以呢，它零到一百的加速可以3.5秒之内完成，3.5秒。零到一百加速3.5秒 ，Oh my god！ 你知道，光是听到这些账面上的数据，男人的心就动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一定心动的、啊。加上 AMG 的加持，让 S63 整个性能就是非常的无与伦比。嗯，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啊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它可以说是目前呢最节能的一个 V8 的引擎。它可以在你需要动力的时候，它把它是呈现完美的动力，是8缸的情况。如果你只是市区内或者是比较慢的速度在开的话，它就其实用4缸就很够了。对，可是你说当它关起另外4缸的时候，剩4缸在运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感觉？或者是开启变成完全是8缸的时候，会不会有感觉中间完全没有它们有衔接？就是你不会觉得有迟滞或者是有任何的感觉，它是完全没有感觉的。嗯。冠仪也想热血一下，你听到他的那个排气声浪了没？在这一台车上呢，你可以看到宾士现在在台湾上市的车型里最高规格，对，最高的规格就在这里。因为它好玩的地方在于说，它很多高科技先进的配备，然后这些按钮啊什么，你真的要花一点时间。如果当你入驻这款车的话，对，它配备真的太多了，包括它的气压悬吊啦，甚至于它还有很多。很多有的没的一些，你都必须要去玩一下。而且其实说真的，我们本来知道要试这一部 S63 的时候，我还担心我坐进来之后会很不舒服，因为我的个头大。嗯，对，因为以往坐进跑车或者是当然超跑也是，就是很难坐，不好坐，因为我的个头，我的个头整个车子，那其实现在坐在这边，哦，现在天窗是打开的，所以空间是很够的，所以对我来说。以我身高185公分来说，我觉得开这台车真的舒适性很够。